曾經有位長者朋友就問過一個問題，他說咧，啊，退咗休之後就嗰個退休的人就會變成社會的負擔咧，即係好似大家不再需要他啊，咁樣係咪咧？咁我反問他啦，我話退咗休啫，你識嘅嘢唔會係退休嗰日就 delete 曬噶嘛，係嘛？繼續喺度噶嘛，好多長者佢哋嚇身懷絕技啊嘛，有寶貴嘅經驗啊嘛，有才華啊嘛，係咪？呢個城市咧，其實點樣俾到空間佢哋參與咧？令到他們有機會發揮所長建立價值呢，做到長者及年齡友善，大家都可以好好地在一些歌與歌之間思考一下，即是這樣，是不是結了婚了，有老公了，有了小朋友了，那就行了，即是老公疼我了，小朋友乖了，那我不用了，我可以半退休了，我什麼都不用做了，是不是呢？我不知道，我就想問一下一個這樣的，無端端就跟住不是喎，想下，我仲有我的價值，就是我懂唱歌喎，就走咗去唱中年好聲音喎，嚇，就變咗資七啦喎，而家知唔知咩叫資七啊？有請資七資曲兒。大家好啊，我是資曲兒，第七名的資七。係，因為佢第七啊。我哋而家個個都有個少少嘅花名嘅。大家好啊，你哋好嘛？大家一齊叫聲。Hello. 你好啊，芝芝咁啊。芝芝好。係。我係資曲兒，係啊。嚇！多謝。咦，好靚女啊！啊靚女，台下嘅老友記嚇，個個都好歡迎你啦。咁其實你可唔可以話俾我知？你可以在他們身上學到什麼呢？哇，就是那團火啊，還有上一代的一些哥哥姐姐那種不屈不撓的精神，還有團結的精神，獅子山下的精神，這個是我們所有人都要學習的。我要向你學習的就是你的歌啦，好不好？就是在這裡有一首歌呢，我想你一定要唱送給我們今天的在座的，就是如果沒有你們，如果沒有你，如果沒有你，是你說就沒有我們，沒錯，就是我們沒有這些經驗的分享，我們就是傻傻傻咯，是吧？但不是，因為有你這首歌，芝芝，如果沒有你，希望大家喜歡。有你之後，梗係要愛定你哋一個啦。咁呢一首歌喺比賽都有唱過，如果大家識唱嘅話，都可以舒緩下呢個筋骨，可以同我一齊扭下跳下嘅。好，愛定你一個，唔該曬志哥。在吐露爱的经过，甜美而快乐事，我想你听清楚。字句里星星的爱，是我愉快的经过。梦里而别失事，今生可以不枉过。百万人
想去爱你一个。心声广播，愿你静听痴痴的我。为了你，我誓愿以后爱定你一个。乐韵里，心声飘过。在吐露爱的经过，甜美而快乐事，我想你的听清楚。字句里星星的爱，是我愉快的经过。梦里而变实事，今生可以不枉过。最后一首歌咧，就是我好中意、好中意嘅一首歌，亦都系我妈咪都好中意呢首，叫做《夜来香》，亦都系旧歌新唱。希望大家可以享受呢一种好似去咗第二个仙境嗰种感觉。好，希望大家中意。Thank you， 志哥。吹来清凉，那夜莺低声轻唱，月下的花儿都入梦，只有那夜来香吐露着芬芳。我爱这月色茫茫，也爱这夜莺歌唱，更爱那花儿一般的梦，拥抱着夜来香，闻着夜来香。夜来香，我为你歌唱。夜来香，我为你思量。啊，我为你歌唱。改編少少嘅《夜來香》咧 ，Thank you。夜來香，我為你歌唱。夜來香。
子曲兒子七，希望大家喜歡，拜拜，下次見啦。 Thank you 志哥。